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NL Hobby 的小金，一个爱模型、爱科技、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模型呢，是一款1:6的冰人啊模型头雕开箱啊，这是一款叫 Comic 的这一款韩国品牌的这样一个头雕。看一下编号是 KM1616 啊，这款头雕呢也是到工厂现生产的啊，当然工厂都是中国的，当然这个牌子是叫 Comic， 应该是韩国的一个牌子啊，工厂都是在中国的啊 ，Made in China 的。看一下啊，包装啊 ，K 编号是 KM1616，看一下啊。这是一个美女的头雕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个美女，有没有认识的啊？好，看一下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认识这个美女的？非常逼真，大家看她这个眼睛，我拉近一点啊，这个眼珠啊，水汪汪的啊。当这个刘海要往前面来一点，是一个长发的这样一个棕发的一个美女啊，是很 nice 啊。耳朵。OK， 如果大家有知道这个美女是哪个明星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。OK， 今天开箱就这样，拜拜。